好，戴上他的眼镜。墨镜。Hello。Hello。因为今天可盈的眼睛长了一个麦粒肿，所以他今天要戴着墨镜跟我们一起。见见见。对。什么玩意儿？我给你戴，你闻了不觉得有一股什么别谁的腋下的味道吗？没有。好香哦，现烤的牛肉干。你打开，你可以打开吃吃看。给大家看看，给大家看看，我可健康了，我吃的女明星的餐食耶，好可怜啊！这是工作人员的餐食，工作人员是这样子的，女明星是这样子，太惨了。主要是我也准备要开始锻炼身体，加强锻炼了，我身体太差，给他立吧，给他立在这 ，OK 吗？可以，我好像个算了。哇。算命的，但是我的那个梦想，终极梦想就是有一天我可以不化眼妆，戴个墨镜上台唱 rap。噔噔噔噔，但是我觉得他走掉了。看看下面有人在跟我们说话吗？在哪里呀？在上海呀。哎，我来偷吃一个。上海 in the house， 台湾上港 in the house。我也不晓得我在嗨什么，我今天一天都好嗨，可能是早上咖啡喝多了。交友造作。没。哎，直播看到你在偷吃了，老师。我直播不就是吃东西的吗？是的，你是在跟谢老师学习的。我跟谢老师啊，谢老师要教我什么？我也教什么？哦，教什么？哦，我可以教你一点点 rap。竟然我今天这个眼镜都戴上了。我其实没有很想学，说真的。哎，你学嘛。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师姐，这是我的师妹，我们俩一个学校的，就读于南京艺术学院过。立刻把这个图截下来，然后艾特一下南艺，南艺两枝花，立刻艾特一下。我可以教你说唱，学吗？学一学，一点点，你别做太难了。不难，我刚才本来想教你一个那个，就是我的新歌 Cubit，但是我想这是直播，我那还没发。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就要给大家留点悬念，可以剧透了。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呢叫姐姐，叫姐姐。这首歌我没发，但是我已经唱过很多遍了。然后还有一首歌呢，就是我们以前的我们团的一个团歌的我的 part， 就很简单。两个都很简单。那你想教我哪一个？你看你啊，我都可以叫姐姐吗？哦，叫姐姐，叫姐姐，对，好，叫姐姐这个就是副歌部分，就是那个 hook， 叫姐姐，记得叫姐姐，讲礼貌说谢谢，叫姐姐，记得叫姐姐，讲礼貌说谢谢，没有，就这句，然后团歌的那个是，小老虎跳个舞，肩膀上的噼里啪啦从不在乎。我选一个吧，姐姐。师姐选一个。不是你后面第二唱我都没听清楚唱啥了呀。好，第二个是小老虎跳个舞，键盘声大噼里啪啦从不在乎。小老虎跳个舞，键盘声大噼里啪啦从不在乎。对，节奏是小老虎跳个舞，键盘声大噼里啪啦从不在乎。小老虎跳个舞，键盘声大噼里啪啦从不在乎。什么什么什么噼里啪啦从不在乎。太不尊重我了，什么什么噼里啪啦从不在乎，太不尊重我了。我辛辛苦苦写的词儿，这边边边边边。哎，这边再来一遍哈，五六七走。小老虎跳个舞，小老虎跳个舞，键盘声大噼里啪啦从不在乎。什么东西噼里啪啦？啊！键盘声大噼里啪啦从不在乎。键盘声大，嗯，什么怎么唱呢？键盘声大噼里啪啦从不在乎。键盘声大什么噼里啪啦？键盘声大噼里啪啦从不在乎。键盘声大噼里，键盘声大噼里啪啦从不在乎。我太难了，点个赞，可以，把姐姐逼到这一步也不容易，也不容易。然后我们这首干什么？是不是差不多了？啊，你刚来，我刚来，那我不是，我怕你要吃饭什么的，这不耽误你时间吗？你不吃，吃饱了？吃饱了。那咱俩还能干点啥？那你吃点牛肉干，尝尝，你尝一块看好不好吃吧。行。我们这个直播这么也可以聊一下昨天的
节目内容。昨天哦，对对，我们昨天节目内容啊，昨天节目你看了吗？全看了呀，两个印象那个的，一个是我在那儿那个约了，还有一个就是你跟那个男孩的磕到了。这个是可以说的吗？哎，但我觉得很好笑的事情，因为其实你平常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女生，嗯，但是让你演那种就是撒娇的什么，你也是完全 OK 的，就是 OK， 你 OK 的，你在那边什么、OK、是你呀？啊，那不是撒娇，还有那个什么什么，你学那个什么 Jimmy 什么那个的，也对啊，我当时就叮哎耶耶耶耶 r 但是你在学的那个过程是。很可爱，不可爱，我不是这个路线。你看我，小头发一撩，我是走那种 swag 路线的，那种什么救命救命，那逼呀逼的那种。李彤可以来，我也来不了，我真来不了。姐姐你也可以来那种。我也不行，我真的不行。你可以的。我真的不行。你可以的，因为你是那种就是皮肤白白、声音软软的姐姐。你看你这就是刻板印象了。白白声音软软的姐姐为什么就一定会救命呢？这个就聊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核心观点。对、我们后面会有两期就是关于刻板印象的这个讨论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妈，这里有一个太吓人了，天爱姐姐从窗户来了，我就来给你开窗。你在哪呢？我来给你开窗。这怎么那个不是你想啥呀？你是什么情况？你在这干嘛呢？你在干嘛呢？我们在直播呢。然后一会儿再来。你可以现在就来。你跑，你在从窗户过来。你要下来吧，你下来吧。我觉得这风景蛮好，就上来逛一逛。逛一逛。天台嘛。这个真的是。嗨、哎。你先聊着。可爱的小爱。好，那我们在哪儿？一会儿来找你啊。安全。一会儿来找你。九米啊。九米。哎呀，我那个把我自己洗脑了。小老虎，跳个舞。小老虎，跳个舞。还要说什么？还要说什么？就明天也是，就你们俩都是南艺的嘛，明天就是高考了，就有什么对我们高考学子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姐姐是哪个院呢？爱乐。爱乐学院。哦，爱乐学院，唱歌的几个是我记得是。对，流行音乐。怪不得姐姐声音这么好。并没有。有的，你说台词的时候，你是表演学院的，然后结果现在在唱歌，对，然后你是爱音乐学音乐的，然后现在在演戏，对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南艺人才辈出，大家都是双路线发展，对对 对, 对吧？对，说明南艺的学生都可以多才多艺，对，双线发展，对。对，南艺怎么样？我们这个，你不是要祝大家什么高考那个什么吗？怎么夸起了自己的学校？嗯，在马上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呢，两位学姐，祝大家，姐姐快出场，祝大家就是明天的考试一切顺利，都能发挥出自己正常的水平，甚至可以超常的发挥，考出一个好的成绩，然后实现自己的这个志愿的理想。嗯，明天就高考了，明天高考，大家加油、好紧张哦，加油，别玩手机了啊，也不用玩手机，现在大家就全部都下播了，不是就不关掉直播了、那个看完我们的直播，放松心态，然后加油，可以的，好吧，十年磨一剑，高考加油，好。哦，也不要把今天晚上就把书什么的撕了，那个万一你这个还要复习啥的。好嘞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那我们就先跟可盈这边拜拜了，嗯，让可盈拜拜。对，我给你们看，我是全网第一个顶着巨大麦粒肿，在哪一只眼睛来着？这边，这边来给看一下。都已经消肿了，好痛哦。可怜可怜，好好休息一会儿吧。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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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叫姐姐，我晚上就回。哎，等你叫姐姐那首歌刚上的时候，我来好好学一下。姐姐，拜拜拜拜拜拜。